喜欢跟男孩子玩，不喜欢跟女孩子玩，没意思。那你跟我玩有意思吗？鱼儿，我今天来交作业了。现在鱼儿在进行粉丝挑战，需要挖10000个水晶矿，看一下我包里还有矿吗？2000个，那我现在视察8000个是哪秒？有没有人知道路呀，兄弟们？这里面还有吧，我记得。哎，这矿呢？啊，在这儿两个矿！天哪，这是爹，这哪是矿啊？我操！看一下有多少了，不错不错，1个小时挖了2300个，就挖到明天早上能挖到10000个，我能下播就行了。按你这效率，还得25小时。我需要个活人导航，去找故事尾音带你。听一下他声音好听不？把地图往右上角拉。我没有流口水啊，别搞得我是个老色批啊，家人们。等一下先夹一下，不然等会儿夹不住啊。尾音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有时间吗？嗯，哈喽。我来你试试吧。你今年多大呀？21。哇，你声音真好听。你平常是不是比较正经啊？都不聊天？不是，就是单纯的玩游戏，喜欢跟男孩子玩，不喜欢跟女孩子玩，没意思。物若金。那你跟我玩有意思吗？嗯，还行。你喜欢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呀？大一点的。刚好我比你大一点点。现在看一下有多少个嘛？现在是2484个，那我溜了，拜拜，今天谢啦。我不想通宵挖矿，兄弟们，有没有人能救救鱼儿？救救鱼儿嘛！这怎么还有个狂风之盒呀？我在这儿忙死了，你在那儿晃什么晃？不行，开个大，把它嘎了！让你在这儿看我挖矿了吗？真的是，现在有多少了？现在有快2600个了，要不给你算矿石总量？既然大家都诚心放过鱼儿了，等于8883。OK， 提瓦特矿工将鱼儿，每个人的世界我高低得进去踩一脚，把你们的矿偷一下。算一下吧，9588，坏了。天理常情，这有毒吧？嗯，然后这个没打到。没事，主要是浅空带我挖了很多矿，替我省了很多事儿。他人还怪好的嘞。我们来看一下够不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10013，目标完成啊，已经完成。那么鱼儿这个挑战算不算完成了呢？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。